摩托人都帅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对，我对手是费鸿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你们做就对了啦，啊，但是大家嘛讲吼，我嘛做就对了啦，所以我即摆是我连跟费鸿泰两个在拼政绩啦，我下人做较侪啦，我在伫个信义那个中山做13年的服务，我总共服务76000多件代志，比伊做了较侪，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拢看有，应该要投互下人，大家嘛拢知，所以我直接嘛甲大家拜托。在座有足侪我信义跟篮球山的大哥拢伫遮吼，咱黄大哥嘛是啦，啊个林文杰林大哥啦吼，啊个拢足侪大哥吼，甲我拢做熟个，大家拢知我做认真拍命伫服务，我直接麻烦甲大家拜托，有朋友吼，甲帮我到开心一下，帮我到邮票一下，吼，我也在顺利伫1月11号来动选台北市的信义区的立法委员，我来动选就是咱彰化的功劳，我甲大家报告，彰化我们彰化人吼，伫个我信义区五峰乡。都是彰化人，我相信这彰化人拢会